我看，哇，这力宝摩天轮。妈妈，你最近很想玩吗？妈妈，你看那个电视，好亮啊！哪一个电视好亮？这个。那个是介绍力宝摩天轮的电视。你这边有没有好漂亮？力宝摩天轮，力宝摩天轮。妈妈，嗯，妈妈，什么时候才能下去？还没呢，我们都还没到。要坐25分钟的样子哦。这边真的好高啊，妹妹。哇，我们等一下下去买兔兔，好吧？妹妹，你只能坐。妈妈兔，妹妹那边不要过去，那边危险。爸爸，兔在哪？兔兔在下面啊，我们在下面啊，我们等一下去之后再买，好吧？哦，今天的高速公路的车子真的超级多的，妹妹。大家都在塞车，对不对？摩天轮，好看吗？你觉得好看吗？你喜不喜欢坐摩天轮？下次还能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想来我们就来，好不好？我下去了吗？还没。妹妹，我们已经在好高高的地方了。爸爸看到火焰山的高速公路。火焰山的高速公路。前面就是火焰山的高速公路了。那前面？前面是火焰山。哇，火焰山那边真的很多车。拍都拍不清楚了，真好看！你看他们这样子真的很美，要不是这些车塞着，没有塞着的话会更美。他们如果塞着的话会更亮，是不是？还有那个玻璃反射角度，让拍摄有点不漂亮。嗯，但是真的很美，我好久没有来这边看。妹妹，这个摩天轮真的好高啊！那边是那个火焰山的那个是吗？对啊，火焰山上坡。真的很美。他干嘛把这边挡起来？这样要怎么看？那边尽量你不要过去。那边也很美啊。哇，妹妹，我们在好高的地方哎！你看下面的人有没有变好小好小？对不对？对。下面的人都变好小好小。那我看一个吧。嗯，一个。看得到我们的大黑吗？这样看得到大黑吧？对吧？对不对？我们大黑在那边，在那附近。我们刚刚是从这个洞转进去嘛，然后走到底，然后再往后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我们大黑在哪里？就在那附近啊，那几个区块之一。我放大来看哈。妈妈，为什么摩天轮叫猫咪？没有动呢？有，它只是动得比较慢，你给它一点时间好吗？妹妹，你可以坐在阿梅那边吗？是平均体重吗？没有，我很怕门会开，所以我不要他坐那么近。美不美？你看那里有星星，天上有星星，有吗？
有看到吗？有。地上的星星是不是也很美？地上这么多灯是不是好漂亮？嗯。你喜欢吗？嗯。那边还有一个小的，你看。哦，风很大。强侧风。那边有一个小摩天轮。没、欸，不用放，不用放，爸爸妈妈在。哪边有小摩天轮？那边啊，有一个圈圈，你有看到？有看到？圈。正前方。哦，有有有有有有。是不是？嗯，另外一个方向的摩天轮。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到一直变色的是哪一个？吗？还是这一个？你搞不清楚。妈妈，你看见一颗星星。对，那颗星星怎么上来？这里风这么大。爸爸抱，这边是强侧风区。这个青龙如果在旁边的话，可能已经闭嘴了，不敢讲话了。我们还没到最高的地方。最高就是那个101八十八层高度的样子。嗯。我们看简介是这样子。哇，妹妹，你看那个小房子都看得好清楚呀。